我还搿么写，那你签名又不同了，然后对吧？咯，就塞一个字里面一排，嗨，然后咯。都还得需要，看来，嗯，哎呦，因为我一直要写两个字，过头写谁两个字，要落款，我还没有贬低啊，嗯，哎，一个道理嘛。另一个就是，你有时要知道你写个嘛。看来。不管点不拉，我都给你配上嘛。嗯，我爱看就可以来写一个嘛，好没？我爱看就可以来写一个嘛，我们再抢两个，好没？那好了，因为里头一大块更扁，我还没里头就变成长了。那我里头没一个尾斜，我还没叫你做一条了，你再加了还没多着了。所以你就要你应该，那我这个字变长了，还没能够写两点了。你还不懂吗？好吧，所以这个字本身你要看，所以老师说要想到这些字，那这个五你五可写了，那你这些还没有拉长了，还没搞么意思啊？俺们在喽，俺们那你的立刻也一样嘛，不过就写的长的，因为这张纸，可是他写短的，过个落款，那你的落款也写一样的字，那你们要也还写着一样字的嘛，好没？你还敢走吗？那怎么个意思？那么你就盖章了。你能再签一行吗？还蛮多着了，盖章喽，明了。所以你看，你的印章，还蛮这么大滴就得喽。好了，印章这么大滴就得喽。还没这么意思啊？你再大滴都没得个。好了，那你说力度需不需要？我们需要都没要喽。那就没谁喽。
根本就不给狗狗喊麦。那你就说了，从一到一点就可以了。嗯，你现在要了一整张的作品哦，你还看一个字哦，自己写。嗯，这都接不到了，那签不到，嗯，我接得到啊，俾我都冇用啊，明到都。那你说了，好潇洒啊，系啊，呢啲字系咪计？呢啲计到四四现章得咯，嗯，系唔系啊？冇问题啊。佢跟佢之間，你說我簽一行係咪差少少啊？得喎，係啊，真係啊，真係。明啦，嗯，係咪？那你說啦，我再簽一行係咪多咗？多咗，唔好咯。多咗啦，你再簽一行。佢重咗啦，你嗰邊又。呢度唔計閒章都要計啦。哦。呢度再簽一行，係咪呢度需要一個大閒章啊？哇！冇意思吧？冇啦，冇。係咪係啊？那這呢度再多一行。那你呢度真系需要咁大一个行章，哇！呢度有咁大个，你才可以把佢拉过来。哦，你啲样唔使咯。嗯，明啦。嗯，如果呢边唔，如果你签多一行，呢边要写字。用乜嘢把呢？而家冇，即系而家冇噶把。你写字就冇咗咯喎。系咪好近啦？哦，咁梗系啦。加个印章，咁系，咁系咪咁样？咁系。你现在要的才是呢个。哦。